Lord， 换下面哦，哦，是我们优势啊，看错了，声音听得不太习惯。凤凰传奇还是比较厉害，他们打得好凶啊！我慢慢得等二级发力了，他不给我 Q 的身位，好稳定。他给我身位，不过他就四百滴血，虽然血量很低的。死狗东西，玩 AD 上单是吧？手给你打断，说错了，说错了，腿给你打断啊！妈的，喜欢 AD 上单，打烂你！这波，哎，这波线怎么说啊？这波线不知道，看不懂。这个线我一眼看不出来哪边是优势，哪边是劣势。投资在上路的啊，他的红开刷三万野区直接搞我的。这不像还是往我这边推的，我直接引入大号线 A 不了多少下，我先避一波避一下，他应该推不完吧这个线，他学 E 没学 Q 的呀，这个我必须买个鞋子上线，感觉来得及。他还有闪现呢，这个他闪现没用出来的。这个线能吃到大部分还可以接受，吃不到的还得帮我补到的。谢谢2000的办卡，谢谢。刀应该补不满，这刀很难补的。补不完。哎，这刀怎么全漏了？不知道啊，怎么补的呀？无论你优势劣势，你都得先买布甲鞋，不然你要被他拉扯的。你没发现吗？我只要 Q 他们减速到他就没法 A 我了啊！就是说我 Q 他们起手，我的换血就不可能亏。当然我没有 Q W 的时，没有 W 的时间点就会比较难受。但只要我 Q 他们起手，我就不可能亏。而且我要是把他蒙到的话，我能把他宰了。这波就打弱点。OK， 我的换血血赚，我这不能把他刀了呀，但是我没有点火啊，我有点火，但是我没闪现，没闪现的话，他有闪现还能扭我的，所以说有风险。刀他的话有可能，但是有难度。完了。哥们又犯病，哎，这一幕是不是上次见过呀？这一幕，这可能也是上次的奎爷。这怎么办？我是想 A E Q W 的 ，A E Q W 加点火还必死的，哪怕我 W 没打中，他也死了。啊，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打，操！哎，请不要上头，这波还没闪现呢，1030，后悔。我的。哎，我想直接把它换掉，这不回家血赚的。换掉之后回家呢，我能买布甲鞋两把常见的。没换掉我就有点亏了，但是我这不亏的也没那么多，毕竟线我还控制，稍微能接受。他才不升六级就好了，他不升六级，他这不回家很伤的，不能让他吃到这个经验，这个逼要吃经验升六级。没事，我把这先卡一下。小问题，毕竟现在还是 OK 的。这波是我的机会了啊，我的机会这波。
Q 大木骑手真不好用啊， Q 大木骑手很容易被人那个躲掉啊。他到不了六级，他不好游走了，他可能去中路无人口经验升了下六级，不知道。好、哦，他去中路无人下经验。我这波只要把解说他就死了，因为我有闪现追他的。哎，猴子在哪？猴子刚打完小吴好像，他不给我晋升他的机会啊！刚才不行，我溜了吧。我这把怎么买装备啊？挺近吗？这么贱的。有点小烦，但我这波是目的要推线的，没有别的目的，只要推完这波线就 OK 了。猴子肯定要搞我，让他控一波线吧，怎么说？我推这波线实在太难了，让他控一下线好像好一点。还行，给他控一波线吧，没办法。哇操！上路 JK 拉我这么猛，他怎么做到二打三的呀？他辅助是一个他妈塞纳都能二打三，这个诺在玩啥？这把压力很大呀，这把。挺进确实不如战斧，剑姬一般不需要那点解数能力，剑姬需要数值，剑姬数值太低了，没数值剑姬玩不了的。哎，我不知道这人猴子在哪，但是我不敢赌，这不赌输的，我要烂的。他现在只能抓下路，还没地方去。好烦，这家伙确实有点烦人，不给我机会了，我连 Q 到的机会都没有。他就一直在鸟形在我面前绕。腿给你打断，他妈的贱东西，真是个贱东西。爱玩奎因这种上单的确实有点贱啊。主要别的手上他呢他都是有一只长的，但奎因这种英雄吧，他就是个真有点贱，这英雄咬人这东西。别的上单他都是团战有点作用，但奎因这种东西他打团没什么用，就纯粹就是来恶心你的。比试一下应该不过分啊。应该不过
你还敢了？你还敢了？你还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啊，你还敢惹我？我得推线，不能让这个必须游走，他游走频率还高的。帮把塔越了吧，我就舒服了。너희들이노력할때난이루어내거든他不用那个侦查吗？哦，你小子，哦，哎，这是我意识把他晕住吧？啊，我就从来没把这个逼晕住过，这真的是我意识。上线还快了，我拆不了塔，我得溜了啊，拆不掉。碰瓷，终于给我碰瓷到了。我直接换把长剑吧，感觉这个药水没啥用，现在我都有续航能力，真没把它晕住过呀。好难，这人好难晕住。但对面有两条小奴的吧，很难受。我没什么机动性，我只能耐在线上，支援不了。电机只能打一些关键塔，打支援的话能力不太行。哎，我想把这个人秒了，他的本命。好像真可以，还真中啊！那猴子能不能秒我呀？猴子应该可以秒我，我这不赶紧吸点血。吸到900的血，猴子就秒不掉了。兰博不见了，他们后面来搞我呀！但我这塔我肯定必须得拆，这个塔一定要拆，不拆我耐得上。啊，吸一把。哎，不是，我刚点这个必闪现，他就立马把这个 GG 二十打出来了。打字这么快的，人均硬币哥是吧？打字好快啊！不过这波猴子没带，也不可能打那个仙木团了。他把我瞬秒了呀！猴子一般第一时间都是直接 EQR 的，不可能捏技能。下次看到他直接放 E 直就直接放 W 就可以了。他一般都是 EQR， 一般没有那么墨迹的，一般都是这一套的。反应这么慢，我第一时间有点捏了。我这个人玩游戏喜欢捏技能，不知道为啥。有时候很需要博弈啊。思路很乱，就他开个大刀往我这边走。这种情况有很多选择方向的，思路还乱了，我的思路。好打，太难搞得定了，推个中塔算了。
充满。万军从中，没死没死，哎，没死，快走！猪逼吧，没有死，还搁那原地发什么呆呢？直接斩，让他变身。我看前面想杀我，想杀我就放 W， 好像没想杀我。毙了毙了，我先买个装备先。嗯，有人在野区把东西补了。哎呦，那肯定杀的，杀这种东西好好杀。谢谢小丽别送的半卡，谢谢谢谢。好像肯定可以操作 AQ。我死的有点不应该了呀，不过对面辅助拿人头，好像辅助拿人头还可以接受。但我上哪被爆了呀，上哪没地也吃了不少经济。烧了死吗？看一下，哎，被炮射打死了是吧？他怎么这么脆呀、啊？脆皮鸡这人，好脆！被兵 A 死了，我就看点火已经结束了呀。我先买点装备，燃料不够用了，再上去。Nice。金枪剑买死亡之物好点吧。我这把是冲锋的战士，我肯定要买点防护装备吧。走全输出就算了。他们这猴子什么的都能秒我，我出肉就可以。觉得买个冰心还不错，但是冰心的装备我觉得有问题，装备配件机就是感觉有问题。对啊，出冰心也行，但是去伤害啊，我感觉伤害关键吧，电机还是伤害关键，攻击力关键，功能性的话放在第二位。这波先丢个眼，我还拖个红 buff 的。应该抓不了我吧？应该抓我。我必了买个八七五级，攻击力高一点，好像要打起来。没秒神呢，有南博大佬把这群给扫了。差一下，差两个，可惜了，倒钩了，哎，不行，打不过，我已经有点猛了。哎呀，不该打的呀，这过去打团其实就不好，就是一件不好的事，因为在对面的
兰博大到范围之内打得很难受的，泽宁输出空间也很好，主要我急了，我太容易着急了，这波我能怎么打，我这波出团战好难处理，第一神砍兰博也好，砍兰博就好，但兰博有闪现，不知道咋办，第一神砍兰博就好了，这波兰博没闪现，下波我砍前排，不切这后排，看到这奎因这东西太烦了，就很想打他。我确实需要闪现，没有闪现我很难切人。有大招也坏了，不是你玩勾吧，你嘲讽他呀，为啥不肯魅惑他呀，这个再玩我他妈也是个废物呀，我能怎么办，我纯粹有病吗，这样为什么要这样玩呢，哪个人在犯病，看不懂，有毛病吧，这样玩怎么才能玩得过对面，猴子都给你打团那么强，猴子打团好变态的，猴子打团主要我们的下方两个人他在玩什么，妈大都不敢开的懦夫，你好歹魅惑一下他脑子，他妈的 还可以省个闪现说不定，连个大都不敢开的，这一滴被开还能发问号的，这一滴，嗯，等我出个死亡之舞去，不是这一滴被开还能发问号，刚刚真的把那红 buff 给他抢了，是吧？我应该能 C 着了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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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合成很关键，我没有这个装备我打团太容易被秒了，感觉正面打有点风险，去带中吧，带中算了，感觉他妈这个龙没有必要，真的你死我活呀，还给了中塔可以先拆了，嗯，我应该去不了，我就带中线算了，这不我去了没意义了，对我自己打的正常点就可以了，中反正打赢也是拆对吧，为什么不直接拆呢，我这波没有死亡咒我有点不想打团，没有死亡咒没有闪现，我觉得这个团打的没有什么质量，我闭着踢过来了，稍微等一等，那小魔抗出个秒表就好，算了，有机会吗，有机会就算了，我原来不急的，我觉得要死掉去抢这样的话意义不是很大，不是很大呀，意义还小，用生命去抢这样的没意义，什么减速，怎么减速这么狠，给
魔术怎么这么狠？那行吧，换了这么多个也够了。老子真是人都打无语了，怎么这么难打呀？怎么带线呀？带不完了，他们回家最多带一个，最多带两个吧。我这不去正面，对面直接全都活的。我不去正面，对面双系都活着了。带线怎么带呀？我真是。要有这个影魔刀吗？感觉没必要呀，影魔刀没啥用，直接大剑买复活甲就好。复活小魔幻垫一点，后面再跑一下补。我倒是想带线，问题是我也没 TP， 我带线跟打团要融合在一块我才能玩得好，得融合一下。猴子打团太猛了，猴子前面2-2的，打团一下直接变成10-2，真的有点夸张，真的。干啥？我肯定不去下路。主要我这个强攻肯定没有征服者厉害，啊，他没有征服者厉害，但是我没有强攻，前期打不出优势。这男不还愣了一下，好呆萌。他为什么觉得这里面可能？他为什么怀疑这里面有人？还愣了一下，确实有点呆了。又他妈被单杀，这人老被单杀怎么玩？先有个人踢过来。鸟人飞过来了，没啥机会啊。等，应该等。我打算怎么打呢？你们觉得？打团我感觉我切不到 AD， AD 还太能跑了，这个团战我还真有点不知道怎么打。这台不先把面逼过来吗？算了，不带了，直接逼了。不过先带的有点危险，没蓝量，而且队友好像被开了。这波是关键团，想逃。你他妈扛呀，你搁这拉扯我呢，搁这还好有复活甲，他扛也不扛，我一往前他就往后，呵呵，这逼搁这拉扯我呢，这不是脑子限制猴子，这波队友被搅烂掉的钢神啊，众人欢呼我钢神，不是我想赢是吧？对吧？不是我这把想赢有难度的。